码头近日情况如何？码头近日一切正常，码头上下停靠的船舶附近的船夫近日早已验尸。河道呢？短暂停留的船夫呢？有没有检验过？各大码头一向守卫森严，若想携带大批俘获雷霆安置，几乎没有可能。 燃灯盛典如此重要，你却说几乎？南市如何？南市两日前我便已查封商铺、河渠、树木，连前方我都一一摸过，没有问题。那几处不良点的入口呢？不良井两日前便已查封，大典期间任何人不得出入。好，大典结束之后立刻解封，不得耽误。是。定鼎门已检视，也没有什么疏漏。 不过有一事想向您请示，定鼎门附近有不少高树，上面飞鸟筑巢，不知要不要烧光，免得被春秋道的人动了手脚。不必，我全国这地方需要再次核验。需要核验几次？为了稳妥起见，自然是多多益善啊。是啊，嗯，有道理。那核验一遍肯定不够，除了你标的地方，周围还有好几个方呢。 那也得加强核验啊！就是啊，咱们内卫现在不干净，谁知道有哪个内鬼会故意放水，偷偷给春秋道办事呢？是啊，哎，我建议大家先各自核验一遍，然后交换负责区域，重新核验，一定要确保燃灯大典万无一失啊！好主意，就这么办，咱们动作快的话，有半月时间足矣。嗯，可这眼下燃灯大典。 就剩不到两日了，你们都想象不到伏火雷霆的威力，对吧？伏火雷霆，一种威力巨大的燃爆之物，仅需10弹就可将半个南市炸为平地。贼寇为了给神都制造混乱，绞尽脑汁，无所不用其极。而你们这些护卫神都的内卫呢，只想着查过一遍就不必再查了。以前没有问题就一切安好。 根本不想多费一点力气，多动一点脑子。我地图上全国的地方需要再次检验，有时之前给我答复。是。